2500年前，佛陀预言2500年后，是个五浊恶世的时代。跪。坐。有一法门无量义，用力，即令菩萨成菩提，自本来尽最真谛，万物性相本空寂。坐，后，右，前，看地上，慢慢跟着他拉起来，合掌。宣说第一长跪，不令一切福利，用力，二三四压回起，东二西二，白色的连西白都要举高哦，蓝合掌转，一